12月29日，奥迪 600T 头上实车图在广州车展现场被拍到。奥迪 600T 头上概念车基于全新的模块化技术创新平台 BP 纯电平台打造。奥迪 600T 头上概念车前脸封闭式一体化，进气格栅中央内嵌可发光奥迪徽标，底部中央带有一头上标识字样的前包围组件，未来科技感。车侧22英寸低风阻设计轮圈与虚拟外后视镜，未来科技感十足。奥迪 600T 头上概念车在车身两侧可装有三个小型高分辨率 LED 投影仪，可通过定制化动态灯光投影实现个性化迎宾功能。奥迪 600T 概念车尾部同样采用极具未来科技感。